你干嘛？放走妞的。嫌雾特别大，前面岔路又特别多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别走丢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森哥，等我们一下。怎么样？天快黑了，会越来越冷，咱们得找个地方扎营。你干嘛？放走妞的。走啊。好歹也是个搞科研的，这么封建迷信。我是在和他打个招呼呢。跟紧我，别走丢。谁来